反正啊，这是你的 baby， 不要怕。怯生生地拿着自己的 baby， 然后小心翼翼放进衣服里，击打慈济幼儿园六岁班的孩子上怀胎体验课，水球就是他们的胎儿。小心，慢慢站起来。对的，就是要这样扶着他。那你再坐到那边去。可以。要走很慢很慢的，还有也不能要跳了，是我们在怀孕 baby。这次的体验不光挺着肚子学习克服生活的不便，大家还模拟孕妇产检。我看到 baby 的时候，我感觉很开心，我有看到他头，我有看到他手指，我有看到他脚，就是要好好照顾他，要吃很多蔬菜。好不容易熬过怀胎的不适，到了分娩时刻又是一大挑战。奇奇，快快点跑，快点跑，出来了！我在我生 baby 的时候，我很痛。然后你还想到谁？妈咪。为什么呢？以前妈咪生我出来。也是很痛哦。一星期的怀胎体验虽不及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，但也启发了孩子行孝要及时。大爱新闻由静贝马来西亚报道。